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北京新发疫情继续蔓延，连日来呢，这个新确诊的本土病例已经过百，并且首都的疫情还有向中国其他省份扩散之势。北京当局呢，以战时状态来应对疫情，多个地区进驻武警，宣布非常时期，敲门行动、地毯排查等接踵而至。面对这个突发的疫情，第二波疫情呢，北京展示了强大的执行能力，舆情喜忧参半。有人赞叹中共的行政效率是天下第一，但是也有人担心呢，集权体制下民事权利和自由会荡然无存。那么疫情再现，中共的反应是不是草木皆兵？百十个确诊病例，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中国，尤其是北京，为什么要强求防控零风险呢？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一位呢是这个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学者李恒清先生，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两位李先生好。哎，主持人好，许观先众朋友好。生，冯清好。我们看到北京现在第二波疫情呢，这个事发突然啊，来势汹汹。我首先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许多北京居民呢担心这个第二波疫情有可能会让北京成为第二个武汉。那么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您怎么评估现在北京的新发疫情呢？就严重程度和现在的这个封锁程度而言，已经差不多快赶上武汉了。四个区，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然后牵扯到20多个小区，然后除了新发地这个市场之外，又发现了这个玉泉东，还有另外一个菜市场也有这种情况，而且疫情已经蔓延到河北。今天看到有3个儿童确诊，1个2岁，1个9岁，1个10岁，都是河北的。所以这个就紧张程度而言是不亚于武汉，但是后果不会有武汉那么严重，因为这次是发现得很早。我也不认为就这个疫情防控而言呢，是一个草木皆兵状态。您刚才提到，有必要这样吗？因为这次这个疫情呢，给全世界一个教训，这个病例一旦发现一个，就可能已经潜藏了上100个，因为北京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纽约3月2号第一个发病，然后你看，未来的过去的这个2个月，3月2号之后的2个月，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层级的防控并不为过，但是北京追求的这样一个零感染，这样大动干戈，然后呢，动用自己的集权体制把所有的自由都压抑住，它带来的次生灾难一定也是很大的。提到这个中央集权体制，这个集权不是极端的集啊，是集中的集。像韩国，这个一定程度的日本，这个做的也都不错。这个在比联邦制要好讨论这件事儿的面临公共危机的时候，中国呢是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极端的集权，就是共产党的集权。这两者叠加起来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既没法比，也没法做到，也不该学习的。我先说这么多。好的，那对我们集权体制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还会涉及到。那么目前疫情的源头呢，北京，我是指啊，疫情的源头还没有查清。有学者，中国学者呢，认为这个病毒源头不像是在本土，也有舆论我们看到呢，把这个病毒的源头啊归咎于三文鱼，现在在中国市场上，三文鱼倒霉。那么请教纽约的李恒清先生啊，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第二波疫情？我看哈，因为现在说这个三文鱼呢，这个售卖点的这个砧板上发现了病毒，所以呢，就说呢是三文鱼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最重要的哈是三文鱼呢是境外输入的，三文鱼呢是从这个西方呢进口过来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无论是传媒还是官方的这个各方面的口径呢，现在呢重要的是认为呢这个病毒呢，不是在中国境内原来原生的，这一点是他们特别希望看到的。
因为什么呢？这里头有几个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前一段时间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病毒的来源的问题，就是最早的源头问题呢，中国呢和西方社会呢已经，应该说中国跟世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现在呢，西方国家呢为首的这些国家呢，现在呢有可能会发起追责问责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因为病毒最早是在武汉发现的嘛，所以中国政府呢是非常非常担心的，说这个病毒呢跟他们有联系，这个源头有联系，所以就一直在甩锅这件事情啊。我也是头一次听到这个甩锅这个词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感觉呢这一次发病了以后，发现了病情以后呢，大家呢都一块儿呢都希望能够认证，说这回至少这回跟我们没关系。所以呢，现在呢，已经从学术界呢，已经有些人呢，已经出来讲说，这回的这个病株的这个 DNA 的结构和最早发现在中国的武汉引起的这几种病株的结构呢都不相同，而跟境外的呢几种结构呢很接近，所以认为呢是境外输出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现在这是一方面，从政府来角度；另外一个从官员角度呢，也希望是境外来的，因为这里就牵扯一个追责的问题，追究他们责任的问题。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都是要求呢要这么做。另外刚才提到了这个严防死守，这个境内防扩散，境外防输入，这个呢现在看来哈，我觉得这回应该说是这个战略啊应该是破产了。因为过去呢觉着是就是彻底的消灭了病毒在中国大陆上，然后呢通过严防死守这个境外输入这一块，这样的话呢中国大陆应该是没有病毒了。但是这回呢又出来了，是不是第二次爆发？我觉得还离第二次爆发还差得很远。这回呢应该是第一次呢你就没有扑灭，然后呢这个因为各个角落呢都可能有，另外很多呢无症状的携带者。所以呢从这些角度啊，在没有疫苗产生之前，没有特定药产生之前，原则上呢这个风险呢一直在呢。目前离第二次病情呢没有第二次这个爆发呢应该是还差得很远，应该不是。但是呢这回为什么北京这么害怕？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实际上因为党中央在这儿，住在中南海里的人最害怕，他们最害怕。所以大家都应该记得啊，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啊，等了多长时间中央才开始派人去了疫区啊，最早时候一直没有人管嘛。然后李克强总理过了多长时间才去的？另外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总书记却始终不露面啊，对吧？为什么？大家其实现在心知肚明，因为他们自己最害怕。所以我想这回呢这个要求零疫情这件事情呢，这个责任最大的应该是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但是蔡奇现在没下岗哈，这个说一个丰台区的副书记和另外两个官员，总共三个人已经下岗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很严重。好的，那么海外舆论非常关注这个这次北京突发的第二次疫情，或者说呢就是北京的第一次疫情的残余。但是呢尤为关注的呢实际上呢还是北京对这一次疫情的这个反应。我们看到刚才李恒清先生提到说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呢就宣布了战时状态，各级官员也在高喊进入非常时期。连日来呢我们看到什么敲门行动啊，这个地毯式排查呀等等各类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可能不奇怪，习以为常了，但是却令许多海外人士呢瞠目结舌。所以我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啊，您怎么看就是中国政府北京当局这种强大的执行能力？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点，这种执行能力是两种事情的叠加。刚才我说一个中央集权体制和一个极端的共产党体制，这两者之间的叠加，这个光用前一个中央集中权力的这样的体制来应对，我刚才说过东亚包括这个一些国家也都做得不错，
联邦体制下德国也做得不错，但是中央集中集权体制下的法国就做得很糟。所以呢，这个跟后边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你提到的共产党的那个强制压力，第二个呢是老百姓是不是配合。西方之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和老百姓追求自由第一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政府也不可能像这个共产党集权那样去处理。那么中国首先老百姓配合，大家也都紧张这个病毒的这件事儿，怕自己传染。其次呢，加上共产党系统的这样一个集中的一个压制性的行动，然后包括像恒星刚才讲到的处理官员，包括要保卫党中央，这个中南海也在这儿，这几种因素叠加起来，这个中国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西方无法学习，也无法效仿，也不值得效仿的。但是这个我刚才说到次生灾难对老百姓的自由啊等等，如果这是个短期的状态，大概也可以忍受。如果这个事情开始蔓延起来，又变得很长，像武汉就搞了70多天，这个对老百姓的生活以及会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人权问题、就医问题、交通等等吧，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在处理一件事儿的时候，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就是说，为了达到一个目标就轻易的不计成本。控制疫情这件事儿也变成了一个不计代价、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计成本，这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做的事情。中国这样做呢，那代价谁来付了呢？可能赢得了北京的首都的安全，但是呢，全民老百姓要承担这个代价。那么，这就是未来中国民主化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心理考验，就是说，你还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多久呢？还是说，这样的代价需要跟政府商量？你这样让我承担，我不愿意怎么办？这是未来中国的课题。但是眼下，就是这样一个局面，而且就公共疫情防控而言，我并不认为刚才说过，这样一个做法是完全草木皆兵的，因为它的传染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和中国各级官员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看这句话呢，也是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官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言外之意大家都明白。就是说呢，他是暗指就是西方国家没有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我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为什么中国能做的事情，西方民主国家有些事情我们指这个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这是为什么？其实这正是因为呢，这个西方国家哈、把这个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呢这一点很简单哈，我觉得呢叫做西方国家的这个官员啊，官员他是民选的，他不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个选票就拿不到了嘛。所以呢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中国的官员呢完全不一样，这个刚才伟东呢提到呢，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像封城，像这个动作啊真快，确实是了不得。他的动作快到什么程度？快到你看说上门来封你家的门，对吧？说你家里有人得病了，他把你家的门钉起来，我们看了很多的视频啊，然后堵死全家，然后封楼、封村、封城、封省，所以这些事情他都能做，在美国根本做不到。我们这边也是有了禁令了以后，大家该上街还得去上街去买菜呀、对吧？要不买菜怎么生活呢？对吧？而且呢没有一个说是把家里门给封起来，最后让你自生自灭在家里，这种事情发生不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像西方世界呢是根本做不到的，它的自由和人权是最基本要保护的。另外一个呢，像这个知情权，阻断知情权这个事情，我们著名的这个李文亮医生的案例哈，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如果说人民群众的生命是第一位的，那李文亮医生这件事情呢就已经足以证明这件事儿，这个谎言呢就已经破穿了嘛，对吧？老百姓连知情权都没有，你怎么可能说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另外呢，像刚才伟东谈到的，说中国呢就是他叫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不惜一切代价，关键这个代价可不是习近平，也不是李克强他们这些官员们，这代价是老百姓，不惜一切代价，就是不惜你的代价，你作为代价，对吧？他们从来没把他们自己跟老百姓放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把这个
这个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然后现在还更多了一句话叫什么，让人民有更多的满足感和获得感。你就从这个角度啊，我昨天还跟我太太谈起来说，让我有更多的满足感和获得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跟你不平等吗？是因为你高高在上，你要赐给我一点满足感和获得感，这样的话呢我才能够高兴，我有了满足感我就不去上街去反对你了吗？对吧？然后接着你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武汉新任市委书记要求的，你要感恩，你要学会感恩，对吧？武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以后，学会感恩，要感激党中央，感激习主席。那你想，这纯粹是本末倒置。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北京的二次疫情上来，区区百十个病例，我们看到呢，现在动静不小，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吗？这是许多海外舆论看不懂的问题。网上有一些言论很尖锐，说政府呢如此大动干戈，或者是反应过度，草木皆兵，这一点李伟东先生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或者呢是像许多人所怀疑的，政府隐瞒真相，没有把实情或者呢是潜在的这个实情告诉人民。那我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啊，这个您如何看中共当局的对二次这个北京疫情的反应？这是草木皆兵呢，还是另有隐情呢，还是另有什么别的原因？有没有另有隐情？因为这种阴谋论式的怀疑永远会存在，我也没有办法解答。这个我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这个没有。但是这次新发地发生的这个事情，牵扯到接近25万人，他一天之内就检测了7.5万人，现在可能这20多万人都快检测差不多了。嗯，那他要因为目标是要清零嘛，清零就这么大动干戈，这个首先跟目标设置有关，另外呢跟这个病毒的这个强大的传播力也有关，因为我前面说过，这个一两个病人就导致然后这个多少万人，你看我还是举纽约的例子，3月2号一个病例，然后到4月2号的时候那就已经不得了，因为这个前面的教训在这儿，你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什么动机，眼下这样做在我看来是有必要的，就说这个这样大动干戈有必要，因为他要清零，也让大家放心。你像武汉也大动干戈，检测了1000多万人，最后查出来300个无症状，他全城市的人就可以放下口罩上街吃饭啊什么，现在小区都已经放开了。那北京他也要追求这个是疫情以来形成的一种老百姓的心理惯性，有一个就紧张，你说基本上没有了他才会放心，不然的话经济生活也没有办法恢复，这本身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他制造一个零监控的一个效果，同时给老百姓也造成了一种心理负担，那你不是零我就紧张，我就不出门了，这是他给自己陷入的一种囚徒困境，因为目标是清零，这个囚徒困境导致了他自己必须要这样做，这是他本身的一个循环。但是就西方而言，说做不到也好，因为西方刚才恒清说政府也要给老百姓生命放在第一位，这个跟中国还真是有点差别。西方政府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人民也要求自由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没有办法做直接的。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一次北京第二波疫情乍现，刚刚出现，政府就如此的这个叫戒慎恐惧，为什么？我觉得哈，这个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武汉抗疫的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以后哈，他就一直就是在不断的宣传大国举大国体制，然后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嘛，叫《大国抗疫》，虽然是上据说是上市场了以后，可能没有两天就下架了。因为呢这个他们自己呢都不自信了，而且呢也感觉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过了，但是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马上就站出来要说自己的大国这个体制产生了作用，是因为呢我的感觉啊，是因为呢这个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跟政治是结合在一起，都跟政权是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前一段时间抗疫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呢躲起来了，
然后他后来呢又站出来说讲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然后他又站出来一步一步的这个走出来这个过程哈，是因为呢政权不稳定，政权不稳定波及到他的危及到他的个人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可能、这个问题了，所以呢才会出现后续的很多的变化。所以这回啊北京又出现了疫情，又发现了疫情，这个呢是把他原来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大国抗疫的这个胜利的这种恢宏的这种气势啊，这是一个反讽。所以呢他呢感觉那压力很大，那尤其是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那个是这个习近平的枝江新军的重要人物嘛。所以呢等于他没有给他的这个主人搞好这个建设，所以呢他感觉呢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战时状态。但是这一点哈，原因的核心还是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在中国执政啊缺乏合法性。这合法性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老百姓的选票嘛，你不是大家选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要看你笑话也好，或者是对你有戒惧也好，甚至要推翻你也好。所以呢它是这样一种状态。要相反你要看到美国这边，你说川普总统是吧，川普总统抗疫出现问题了，哎，最后他就下台了。他即使做得好他顶多干两届干八年嘛，对吧，到日子他就得下台了。可是中国不一样啊，中国现在已经改了宪法，对吧，习近平现在是要做这个千年圣君嘛。他要做千年圣君，那现在连一个小小的疫情都战胜不了，所以那就有很多的问题。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现在的疫情已经在这个非常严峻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上啊，这个非常严峻的这个上呢又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压力非常的大，就业压力非常大，财政非常大，官方啊捉襟见肘。所以呢习近平一直在讲，连续几次一直在讲叫底线思维，用底线思维解决抗疫的问题。正是因为呢政权不稳定，他担心政权不稳定，他有很多的假想敌，所以呢他自己现在要一定要形成一个，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在他的所谓坚强领导下，那这个中国的抗疫呢是一步一步取得辉煌的胜利才可能维护统治。所以这回呢你不管他是这个放大也好，还是怎么样加强这个信号也好，他确实是很害怕，这是真的。那么我请教李伟东先生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呢这个中国的政府的这次反应不算过度，因为呢第一这个目标定得很高，清零。第二呢这个疫情的确这个病毒的确太厉害。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目标定得很高。那么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病毒已经向全球蔓延了，那么中共把这个目标定为零风险清零，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做现实吗？您觉得？很不现实。因为这个清零目标没有做到嘛，清零刚刚这个恒星也提到，这相当于一个反讽，想要清零想要清零，然后就又来了。病毒这种东西摸不着看不见，这个极其微小，传播途径非常隐蔽，大量的无症状患者，清零事实上是很难做到，但是呢他一定要做一种这个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就会出现这个这样一个现在的一个防控状态。但是呢我刚才说这已经构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和心理依赖，对老百姓来说，因为你一开始喊了好几个月要清零清零，而且到处在庆祝清零，武汉这个清零成功，这个孝感清零成功等等，这样的庆祝是此起彼伏的，在以往的几个月当中，那么老百姓就产生了一种心理惯性和心理倾向，就是说你不清零，我别的事儿我也不干了，反正这事儿很危险。那我刚才已经提到，这是一种自我设定的囚徒困境，他自己愿意这样做，不惜代价去这样做，老百姓也觉得可以接受，那在中国这件事儿就可以大行其道。放到西方呢就看起来不可思议。你说有没有必要？我认为中国老百姓认为有必要就是有必要了，因为中国老百姓认为的有必要是共产党告诉他这样有必要，这两者之间是彼此互相关联互动的，他们是自己的一套良性循环。
在外人看来这是个恶性循环，但是恶性循环听不进去，他们就想这样干，那我们大家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看着这种打引号的中国奇迹在我们眼前发生就是了。嗯，那么李先生，李伟东先生刚才提到，就是说呢，老百姓要求清零，实际上呢是上面告诉他要求清零，的确现在有这个问题。中西方政治方面的一个最大区别呢，就在于中共官员呢是向上级负责，所以只为上，而西方民主国家呢，他的这个官员呢是向选民负责，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是只为民。刚才呢李伟东先生提到，就是中国老百姓有这个要求，就是说要求清零，但是有人看出呢，实际上这只是老百姓的要求吗？李伟东先生也提到，上面告诉老百姓要清零，那么这个上面告诉老百姓要清零，这个中国官员敢不为上吗？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强求这个防控零风险清零，这种情况符合实际情况吗？我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应该说呢，到目前为止哈，这个清零这件事情呢，不管说是这个目标设的多伟大哈，最后呢能不能操作，能不能很现实的去面对它，这个呢应该说这个可能性呢是 zero， 是真是零。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清楚了，像现在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我们没有特效药，现在呢真正发现了这个病毒呢已经传染到了，感染上了以后，你没有一个特效的药能够控制它。当然现在呢在这个抗击的这个过程当中，急救的方法上有了很多的进展，但是呢用特效药现在并没有，所以死亡率呢还是没有完全控制，还在死人，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疫苗没有出来，如果没有疫苗，这两个没有疫苗，你就不可能变成全民的都免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风险呢一直在呢。但是呢刚才你讲到这个，现在呢中国的官员呢是为上，他为什么为上？特别简单，因为官是这个领导给的，那你想领导给的官，那你想我不听领导的，我不按领导的意思去干，那是肯定不行。可是这一点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根本想象都没办法想象。为什么？你那个官是老百姓选的。所以你看啊，在这个美国这边呢，很现实的就是州长和总统呢有很多的这个中间有冲突。但是呢也不完全说中国呢就是完全是不为上。你像武汉市的市长周市长，他就抗命嘛，坚决的抵住，所以呢现在还 survive 呢，还活着呢。好的，那么其实现在呢，这个很多人都看出来，这个清零的目标实际上呢是已经就是把这种防控疫情政治化了，因为中国需要一种这样的模式。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的，这是个政治化目标，而且有某种这个大跃进式的跟西方比拼的含义在里边，显示中国模式，中国大举国之力。清零是个政治目标，但是呢这个你也可以看到它同时也是个技术目标。刚才恒清提到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在这个技术目标上，包括它的 CDC 和这个卫生监控人员，也支持中国政府这样做。他是想这样子，就是说抓紧研究疫苗，用这样的严控的方式呢挺过去半年或者一载。他们认为这件事儿在疫苗的研制上可能有半年左右时间，这个可以实现。所以现在这样一个高度的清零目标呢是一个短期行为。如果说这个病是一个长期跟人类共存的，然后疫苗也永远实现不了，那中国这就是给自己画了一张水中月这个镜中饼。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代表他们个人的立场，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欢迎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